您稍微比例比较要近，比他的青岛的东西西部西端这一条西端是和三大青浦三大这一条西第一条西上条西第一条后来西华化上西华化出来有条西让你化进两条西也要进真紧就被鲁莽甲诽谤的声所取代。耶稣明白家己的使命，伊深知伊家己降世无定。伊一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对他以后彻底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因为执政者惊吓，直到耶稣被亲近的人所出卖，然后受定。主耶稣受判刑，定死伫哥哥他的十字架。为咱经历孤单、孤残酷的死亡。You are with us.
你降到全地黑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杀我？十字架耶稣大声叫，开就当。上帝又搁被害，死伫安尼的酷刑。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赐上世间，予囡仔信伊的人未定论，未得着冤枉，而且世间够安尼。耶稣为咱受尽苦楚，咱要怎样回应伊对咱的疼？咱怎会体会伊所受的痛苦？无阁有比这疼阁较大个啊！哈利路亚，主纪念的疼。甲伊学生讲一个好消息，主已经对死过活了。遐个富人紧紧离开房，也惊也大欢喜。Thank you.
玛利亚站在坟墓前，目屎涟涟，伊的心肝真伤悲。忽然有天使出现在伊的面前，对伊讲出主格外的希望。玛利亚听见声就外心，问伊敢知主伫叨位？忽然伊大大惊惊，心肝充满了欢喜，因为伊看见格外的主。
阮亲眼看见咱的主，伊是救赎主。为我看见就信的有福气。上帝又搁是看得清上的。你看，犹大支派使大地的拳头已经得胜。为世间人拄去罪恶的主得受恶乐。伊已经搁话。伊要改变咱的生命。天父，因为你予阮生命中的每一天，拢充满着平安佮快乐，阮要感谢你。因为主耶稣的降世、受死、佮搁话，阮受着大祝福。荣耀归圣父上帝，荣耀归圣子上帝，荣耀归圣神上帝。伊是和平的羊羔，伊是荣耀的主。